什么？双持既然出了被动技能 SKS， 就在今天这版本更新之后，我之前才发现这双持竟然上线了一个被动技能 SKS。好家伙，这装备 SKS 之后呢，可以让这双持获得 SKS 射速与伤害，这也是直接让这双持成为了一代版本之子。最主要的就是这双持的武器模型直接改成了 SKS， 怎么说就是一个 SKS 的配件，这必须拿上我们双持来开局速攻。此时呢，我们也是直接来到中路，这门口封烟的话，那我们就直接从侧边摸上去。此时呢，也是发现一个直接两枪，直接将其抬走。这我瞬间接刀之后呢，反手一刀也是直接拿下双杀。此时呢，这脚下一轮也是直接打中一枪，也是成功将其打残。然后呢，直接反手再来两枪，然后呢又成功拿下三杀，也是简简单单。这枪好用归好用，就是有点太晃了呀，我都不知道我现在身处何方呀。这最后呢，也是成功拿了一个四杀，结束游戏。